掌声感谢我们篮球宝贝的精彩表演，请工作人员清理场地。
距离第三节比赛开始还有三分钟。开始下半时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们取得更好的比赛成绩和期待更精彩的精彩片段。干扰球两分有效。美国队五号远投得三分。Substitution，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21号替换42号。
Substitution，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加拿大队15号远投得三分。Substitution， 美国队要求换人，12号、14号、6号、7号替换，8号、15号、10号、5号。加拿大队远投得三分。Substitution，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42号替换5号。
美国队要求换人。报告裁判员，美国队的第三节比赛全队犯规累计已达四次。Substitution，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五号替换一号。第三节比赛时间结束，场上比分48-66，美国队暂时领先。
请工作人员清理场地。加拿大队要求换人，一号替换十五号。美国队六号远投得三分。加拿大队远投得三分。双方要求换人。
远投得三分。Timer， 加拿大队要求暂停。对，15号远投得三分。Sebastian，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42号替换3号。
Devastation， 加拿大队要求换人，三号替换十五号。Devastation， 美国队要求换人，六号替换十号。报告裁判员，加拿大队第四节比赛全队犯规累计达四次。Devastation， 美国队要求换人，十二号替换七号。Substitution， 美国队要求换人，十五号替换五号。报告裁判员，美国队第四节比赛全队犯规累计达四次。Thank you.
加拿大队一号远投三分。加拿大队三号远投得三分。全场比赛结束，场上比分69-96，美国队获胜。观众朋友们，今晚9点将在本场进行中国队对立陶宛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届时前来观看。